怎么了？没想到弄影这么快就走了。他再走一天，你就想他了？我想的人可多了。你还想谁啊？我还想石头、张猛哥、山寨里的人。不过，我最想的还是我师父，也不知道他现在会在哪里。哎，你说，如果当初我跟秦大哥走，说不准现在已经见到我师父。你想去找他吗？可以吗？当然啊，你是太子妃，有什么你不能做的？太好了，我一直都想出去转转。可是你要是没找到怎么办？那我就走一个月啊，找不到的话那就回来呗。这也太久了，沛国那么大，一个月算短的呢。我们在一起还没分开过这么久。俗话说小别胜新婚，要是到时候我找到我师父，带你去见他。好吧。